周三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公共场合亮相时遭遇了尴尬一刻，有一名抗议者向他丢鸡蛋了。11月9号，查尔斯和王后卡米拉一起访问约克郡的约克大教堂，主要是为一座7英尺高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雕像揭幕。当天，查尔斯和卡米拉抵达约克市中心，步行接见欢迎他们的民众。刚开始气氛很好，他们面带微笑，不断跟民众握手。但是突然，人群中有人开始朝他们丢鸡蛋，同时听到一个声音愤怒高喊：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奴隶的鲜血之上的！抗议者一共朝查尔斯丢了4枚鸡蛋，不过鸡蛋都没有砸中他，而是掉在地上摔碎了。其中一枚鸡蛋就从查尔斯眼前飞过，查尔斯眼看着鸡蛋飞过去，表现得很淡定，只是稍微看了地上的鸡蛋，就继续跟民众交谈了。与此同时，围观者对抗议者的行为嗤之以鼻，高喊：上帝保佑国王，你真丢人。便衣的安保人员和身穿制服的警察也马上赶来，从拥挤的人群中寻找抗议者，费了一番周折才把他按倒在地。警方给他戴上手铐时，这位抗议者趴在地上，还不忘大声喊：我与所有奴隶制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同在。最后几位警察直接抬着他，把他带离现场，塞进警车。抗议者貌似一点不紧张，还对着镜头吐舌头。对于这次闹剧，网友们有的觉得朝人丢东西就是不对，有的觉得查尔斯作为英国王室继承人纯属活该，还有人调侃抗议者。一位外国网友说：那么多鸡蛋一个都没打中啊。另一位说：没错，但应该用臭鸡蛋而不是新鲜的，新鲜鸡蛋还可以给人吃呢。来自中国的网友绿豆拌红豆拌饭说：可是他们为啥一定要扔食物啊？就不能扔点别的，那种捡回来还能循环利用的东西，好浪费，那么多鸡蛋能炒一盘子番茄炒蛋呢。看来我们中国网友第一关心的也是食物啊。另一位中国网友说：这是什么烂准头，所以说大家要多运动，爱护眼睛，关注身体协调性，干大事的时候一干就要一个准。还有不少女网友好像犯了花痴：我的注意力不在鸡蛋，也不在抗议上，看完就觉得这小伙还挺帅的。看到这张吐舌头的照片，来自广东的一位网友说：这哥们儿湿气有点重啊，最好喝点祛湿茶。来自上海的网友说：抗议小哥的耳钉真好看，有链接吗？可见这小哥要是开通直播带货，那是绝对没问题呀。